然后第二位山呢，在刚刚的比赛是7-2击败了对手，也确定了自己的16场的赛事。场面现在就要访问到赖慧山，我们这次微电影的三位主角其中之一。先请慧山来谈一下刚那场比赛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，拜个那就对了。后来是不是感觉就比较好一些？后来暂停过后呢，我老公跟我说，反正从上周很重，因为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做他给我就做了一个调整，然后有比较没有那么多，然后就回家做了一个调整。跟去年比起来，我知道去年你感觉会比较孤单，因为台湾的选手晋级的比较少。但是今年到24强，起码我们有10位的台湾选手，打起来是会觉得好像比较多同伴，比较安心一点。真的真的，而且就是会觉得说有机会了，所以大家加油。最后来问一下慧山，这次柔电影拍得很成功，虽然你刚刚有提到你老公让很多男性球迷有一点失望，不过看到你拍电影拍得这么好，也非常开心。你觉得自己拍这次的电影是不是有偷偷练习一下演技？其实我有稍微看一下脚本，因为我希望说我当天不要让工作的人开心，所以我希望是可以把上次快乐的那段话，但是真的非常谢谢季导演，他真的是把我弄得很好。好，小季导演就到我旁边，那当然也利用这次的机会来跟大家预告一下，今天晚上。中华职棒开幕战还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开幕 VCR， 请大家锁定我们来电视网。这边再次恭喜慧山拿下这场赛事，谢谢你接受我们访问，让比赛的转播到这边也要先告一段落。